好，各位观众，我拿到联合晚报的头版哈，这是甜柿大战延烧，叫做甜柿哈。国军本月吃了1.45公吨的甜柿，军方说一台斤起码45元哈，又是用甜柿，哎，奇怪哈。你就相比甜柿，唔知何人该。啊，人家开记者会是说你要帮农民的，对啊。所以我说卢老师，这在干嘛？你要帮农民要去吃，现在重点应该是说牛心柿，你为什么硬扯到民进党说的不是的这个水果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重点真的是帮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是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卖牛排也有199的，也有1999的。难关现在是每一百块到高高，更无探井价的人嘛。所以军方要过来买那个45块，本来就市场价格还可以的，买那个是帮助不了农民的啦。不过更重要的是哈。整个这个文宣的重点是啥？叫做无采钢原理，无采钢啥意思？我做硅钢料，我的成本价格还是不符我这个售价嘛。所以人家被关心的讲，到底基本上就算给你41块产地价好了，41块有没有符合那个成本价？对，重点是安尼。那无的时阵，嘛是41块嘛是了钱呀、啊，100块嘛可能了钱呀、啊，对不、嗯？对。所以为什么要启动95机制的施工？如果农委会监控这里给小号。低于成本价95的时候，建物的卖好的料上侪用95%的成本价给你买收嘛吼，所以他问嘛，还能扣价农民，吼，跟能扣价是企业价农民，如果真的他的成本价超过能扣钱，建物早就应该启动95机制给买嘛。那政府我再问个问题，到底有没有降低，有没有低过成本价格？所以刚才徐委员很奇怪说，你民进党要提供解决方案嘛，这很奇怪的。执政党好像民进党，最后帮博帮归你嘞！你看哈，来，这是大润发所买到的哈，这个叫做水柿，好，水柿多少呢？有3颗，好，3颗，他看一下，来，786克，24块钱，7.86克，应该1块钱，一斤多嘛哈，几粒贝扣嘛哈，这水柿，然后这个就是今嘛国民党最爱的甜柿，甜柿的部分66块钱，你看66块钱，来66块钱，然后66块钱有3颗。嗯，看不出来，220克哎，有七克，66块钱、啊。我觉得它是一粒220克哦，它是这边写一粒哦，来一粒220克哦，好，差不多，好，差不多几斤哦哈，这几斤66克，好，但是甜柿的部分，您现在讲的是这一个，那我的重点是说，我们农民如果价格是那么低，刚刚有call in进来，水柿的确有一斤已经1块多，那我是消费者，我买到这么贵，你公权力不用去查吗？这些水果虫政府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去打这些所谓的口水战，不去面对问题呢？公然诈骗的背后，难道就是不敢去面对问题吗？所以我们就要问吧，如果国民党写说这个企业给小息41块的时候，我呼吁所有农民通通拿去卖给国民党啊！啊，徐委员说，不是，要看这些相片才有准。哦，我买的是这种，他为什么不写甜柿？他为什么不写甜柿？他写企业嘛，对不？对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陈武雄真正该动脑筋去努力的，花时间的，该做什么？如何把2块钱的价钱冲到3块，冲到4块，冲到5块嘛？但是一做上，徐委员可以告诉我们，陈武雄到现在为止做了什么事情，让只能卖到1.8块、2块1斤的这个奇亚哈，我都穷到3块4块，无嘛？来，你在哪里买的？哪里买多少钱？我你买到1块多吗？也很便宜吗？一斤1块多吗？哎、欸，我在大直哎、欸，大直在我们台北市数一数二贵的，这一颗也是8块多，比你还贵。1颗8块，那农民卖那么便宜，我买那么贵？对，我3颗买到25块，然后这3颗甜柿，甜柿。真的，他买到145块，算起来真的是算贵了哦。难怪我现在就在想说，为什么我们家最近都一直吃这个，都没有吃到贵的。好，但是这一个事件里面啊，我其实真的要谴责国民党，他的目标是针对我们这种都会的选民，因为他知道都会选民看到的价格，其实就他上面说的40-50块钱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注意哦，刚刚新闻台里面讲了一句话哦，这个他们是说如果。再有这个市值价格再不好的话，民进党你要负责，因为民进党伤害农民。各位听清楚了，市值不好谁负责？变成民进党伤害农民，民进党负责。这个就是今天这整份文宣最大的目的。第一个把责任卸责给民进党，第二个是说所有的事情变成民进党负责，而所有的价格都是用市场价格来欺骗都市的消费者。来，天宁，可以这样子吗？我觉得刚才小俊所念的是今天的联合晚报，哎，不是说2天前、3天前、啊，大家还搞不清楚图片跟什么。我为什么不去针对的是牛心柿啊？对，为什么还在吃甜柿呢？所以刚才小俊很用心的整理是，是我刚才讲总统，然后陈武雄主委到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，现在连国防部的加入，那你要知道说他们都抢甜柿哦，可能亲他们比较先相近的立场的报纸是用头版头条，全部都在讲甜柿哦，他们的网军也都在讲甜柿，这是有计划性。
很遗憾的是，这个计划性政府机关竟然加入，也就是说国防部里当现在是中立单位，你去赶紧搞那个水果要做什么？你去弄的是最需要帮助的水势力，还出力，你可以出去填势被冲上来，而且你还公开的变成一个新闻在做处理，我认为国防部有介入选举的嫌疑，对不对？你早就告诉你，我们在讨论的是水势怎么解决。你现在告诉我说田氏你买的是多少钱？嗯哼，哦，我认为这已经刚刚医院讲的是在诈骗都市人，可是我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违反行政中立，正式介入选举。我认为国防部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不能轻忽宽待，我们也要告诉国防部，你不要自以为说现在这样的情况你可以邀功。国防部，我们要求你，这各级政府机关都一样，严守中立。农委会的最高农业最高主管机关啊，陈武雄农安内部啊，他觉得国防部算什么呢？可以这样子吗？我们休息片刻再回来。